Hello，是现在是我们来冲绳的第二天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路上要往北的一间那个钓具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就是这一间。这一间就是喜冷北谷店。它这边有附一个蛮大的地图，那也有就是介绍一下那个冲绳钓鱼的鱼种跟鱼类的部分。哦，有蛮多的啊，石斑啊、牛港啊，或者是那个红干，哦，都有，花枝、卵石那些也是，蛮多鱼种的。左边是他们的贩售的投币式饮料。其实也蛮精致的，咖啡也蛮多的。等一下来试试看哪一个比较好喝。那这边的话，有一些介绍的地图，它有一些离岛的部分啊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好多岛都可以挑战。蛮不错的，啊，有一台摩托车挡住，所以没有办法很详细的。好，给各位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订。进去那个店里面看一下他卖的一些产品，好多东西。看一下他这边的饵料。他们好像似乎多用这一种小鱼，看一下它饵料，其实也跟台湾差不多。这里饵比较多，像福冈饵好少，福冈很少。小卷，小卷的，它很有，我买了个大只虾子，这有那个饵料。这个有这个厚度的，大只一点。昨天看他们在钓的时候，是用这一种黑色的那个。对啊，这种差不多啦，真的。这种抓起来会变整只的吗？对，就退烂冰，烂的感觉。不会，这个退冰就好了，就 L 的就可以了，不用太大只。它这边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种，杀虫类的吧。手拉一下，手都在抖。哇，超大只龙虾，大概有，应该有12两以上吧。中鱼，中鱼，中鱼。
是很自私啊，把那钓到很多竿子都很自私、啊。算是。华君，可以不要来乱。华君看风景。看你把它清完了。哎，有啊，我手压着啊。那等下爆冲。收收这。爆冲。等下 GT 来了。你放到底吗？压杆呢？啊？太扯了，太扯了。线磨断了。太扯了。你是讲我，就讲到背面那个。